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姐。今天是6月7号了，是高考的时间。然后我早上又来到楼顶来看我的多肉。今天给大家拍一下我手边的沉闷鹿，现在在湖州的雨水的湿润下，它们长得怎么样？现在先给它们出一下水。因为它虽然在这一盆下面啊，但是下大雨它还是能够被雨水淋到的。好，刚才给我这些沉闷鹿啊，出一下水，可以看一下。我今年沉闷鹿啊，有稍微在下雨，啊，都长得不错啊，没有出现问题。那昨天开直播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说他300多棵的沉闷鹿都被闷死了，啊，是他的爸爸不知道啊，用那个塑料薄膜盖过去。然后这时候不是天气很热嘛，然后你没有空间直接盖过去，啊，它就发生了这一种被闷死的情况，可能时间也是闷比较久，还以为啊多肉要不能淋雨的，所以说很多朋友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就是认为多肉不能淋雨的，一说淋雨就谈虎色变的那种感觉。那杨姐。种了这个一楼顶的多肉，开头的时候也害怕淋雨，啊，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它遮雨，那最终都以失败告终，就是说楼顶没办法遮雨。但我们不会像大家那样啊，直接啊用塑料薄膜遮过去，因为这夏天实在很热。你在自己住的楼层跟我这个楼顶啊，我就区别很大。楼下很闷，楼上这时候很清爽。嗯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株是我啊种了1年半的，快2年的多肉，到这时候应该是2年了。去年它是不遮雨的哈，有遮阳不遮雨的。然后我新手也不知道啊，它去年是有长到这样啊，长到这样的盆子，长这么大，然后我就觉得盆子小。也是在这时候给它换盆，换了这个黑黄盆，16口径的黑黄盆。你看它又长到这么大了。很多朋友说，可能说，哎呀，你没状态，哇，真的，它没怎么养过多肉。嗯，沉闷鹿也是很多多肉也是慢慢的养，养到一定的程度，它就会出状态了。因为我都是养的年份不够嘛，总共头尾才2年，真正的时间才1年半。是吧？哎，大家看一下，会长啊，多肉会长，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。其实像这些小棚，你小棚就控养了，大棚就让它长。大家看这六棚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六棚我用花边口的那个麦黄丝棚给大家种，当时买回来啊，也只有这样大，这样大，大家看一下这样大，现在长多少了？也才7月吧，半年多一点时间。去年秋天11月份种的，是不是也才7月，半年多一点？哇，你看看，什么猪多了不会长，也都能说你啊、楼顶淋雨了。我这个是遮雨的，大家说沉闷鹿不能淋雨，然后我就遮雨的。那有的时候就飘到了雨啊，飘到了雨，
那这就等于你们平时的浇水的这个情况。所以大家啊，我觉得不要着急，主要就是说你心急的种多肉，心不能急，你放在那里啊，不要去想着它要长多么大啊。我觉得这一株又有点像失货了。我这一株自己啊小苗种的就失货了，今天又长大了一点，今天又长大了啊。来看一下，真的很神奇。有的人说种沉闷露怎么种啊，有的人可能愿是愿纯麦换石种，我还只是愿80%的颗粒土啊，一定要用颗粒土，会长大。你不要天天给它浇水，天天给它浇水，它就你就浆苗了，闷根了，它就不会长。你看这一株也有点石化啊，感觉哈，这样的它叶层很厚啊。那我这一株好像比较早买的，它叶层就不是很厚，很薄的感觉啊。也有，还有一盆也是就这一株了，但是在前面那一株叶子更长，好像那个应该是沉闷露杂，我很早买的，它也是说，橙子，但现在看一下，那一株双头的，它叶子就是比较修长，有点像奥普，但不是哈，不是，是沉闷露，可能是杂，啊，小苗买的，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准确，是不是？但有的人说哇，要什么品种，要正宗的，我还是分不清楚。我觉得也只能去养了，养完之后，大家也不要啊被这些名词所蒙，有什么正宗的沉闷露，不正宗的，你也只能靠运气。这个我是杭城啊，一株40的，来看一下。有的人说可能有区别，啊，我还没有感觉到哈，自己看一下。那有长大一点哈，有长大一点。其他的你看都是有的都是5块钱，这个可能比较贵。这一盆，这一株跟这6盆啊，品种是一样的，当时是26.8买回来的。哇，很会长啊，怎么不会长？啊，我真的是很感慨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漂亮？所以说你有遮雨的条件给它遮一下，会淋到一点雨没事。所以说我就想到你阳台的怎么养不好，你的条件其实跟我差不多，可能我通风还会比你好一点阳台。那有的人阳台通风条件也是很好的啊，是吧？你们就要种一些这样的沉闷露，你不要去追求哇什么正宗不正宗的。我们不是很老手的哈，我们都是新手的，先养一养，可能就养到啊自己喜欢的，漂亮的一些多肉都不一定。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哎呀我种这么多很凌乱，他们不知道啊多肉到这时候那个夏天了，看过去就是很凌乱啊，到秋天的时候它叶片有的就啊变得短了啊，就是出状态了就好看了。所以说他可能啊一些人没种过多肉啊，就是会有这样的感慨啊。所以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我的沉闷露，就是告诉大家沉闷露啊完全可以是阳台当养的，还有就是说用高颗粒啊，不要经常给它浇水啊。像杨姐这样放在这一盆下面，我就没有给它浇过水啊，就是说鱼能够飘到一点就飘到一点，没有的就让它这样干长，干长的多肉啊更好更旺盛。不说了啊，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我手边的沉闷露，是吧？来看一下，虽然盆不多啊，大概有20几盆吧，20-30盆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很漂亮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